且融合了我们中医的五行理论，啊，包括了阴阳学说和这个气化理论，所以它里面最显著的特征，五节正宫推踏云捏摸，对应着我们的脏腑肝心脾肺肾，可以应用于这个胃病的防治，啊，治胃病嘛，啊，再一点呢，可以用于一些乙病的治疗。